你有没有曾经烦恼过，不知道要吃什么？您好，请选择餐点。现在是正餐时间，你的餐点只有一颗茶叶蛋，请继续加点。没关系啊。一个就够了。您好，请选择餐点。泡面一碗，完全不含奶蛋、鱼肉、豆、青菜、水果、纤维，请确认。您好，请选择餐点。你还没有选择餐点，请点餐。我还不饿。他们不知道怎么选择，是因为他们看到的和其他人不一样。家福基金会人口五人以上的扶助家庭，每月餐费有近五成未达万元，平均一个人每餐只有23元。有七成的弱势孩子有饿肚子的情形发生。他们需要教育，做更好的选择，他们需要支持，做更多的选择，他们需要你我陪伴他们选择，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，陪伴弱势孩子做更好的选择。